现在是夜里凌晨12:30大概子左右，来到了这个大坝。一来第一只收获就是这只大螃蟹，大公蟹真大。这里还有一只小的，小张太小咱就不要了。这个石头缝里的蜘蛛蟹也是格外的大，这个咱就嫌弃了，不要了，放了它。在这个里面我好像看见一只尾巴，我抓了好一会儿没抓到。哇塞哇塞，看看看，好凶啊这个鱼，它都把这里面搅浑了。你看，哇，原来是一个狼条鱼啊。这个狼条鱼这个嘴巴里面全都是牙齿，太锋利了。你看，说实话抓它的时候还有点害怕。又来螃蟹了，看，收。这里还有一个，就喜欢躲在这个石头底下。公蟹这个，哇，发现了一个海螺，个头不怎么大，你看。这个小皮皮虾还太小了，放了吧。能看见这个螃蟹吗？水有点浑浊。这里好像发现了一个，这什么鱼这是？哇塞，头特别大，哇塞，太活跃了吧！哎呀妈，都要跳起来了，有个翅膀就要飞了。太小了，咱也不要，放了。哇塞，这发现大货了，你看。哇，这个大海螺呀，哇，厉害了啊、哦！这个太肥了，你看，肉特别饱满，这壳还是黄色的，收了，太过瘾了。这个螃蟹看，都趴在这个石头边上，这地方有个螃蟹洞，你看，看到它的夹子没有？其实，在晚上、啊，它的眼睛是亮的，就是两个黄光，就是像那个火虫一样，就有点亮。哇塞，这好像发现一个八爪鱼了，你看，哎呦我去，露了几只腿在外面。哇塞，这吸力太猛了，你看，在这个是，哎，出来，你看，我的妈嘞，看过瘾不？这是那个短腿八爪，喜欢赶海的记得留一个关注。